一句话带你了解精彩剧情。宋一坤接到林秋燕的电话，约好今晚7:30在咖啡馆见面。宋一坤放下电话说，应该是伪钞基地的事情有了结果。青木按照山本的授意进行了详细的布置，山本准备在花都酒店设宴接待藤原纪子，他让周同通知林秋燕，实际上是以自己为诱饵下了一步险棋，同时只要周同把林秋燕叫来，也证明了周同是自己人。林秋燕正在张子墨、小丸子、瘦猴和胖子的墓地上，他郑重地向几个逝去的亲人深深地鞠躬。来到小丸子的墓前时，他蹲了下来，并对汪远他们说自己想和妹妹待一会儿。汪远还担心林秋燕一个人不安全，邵志伟硬把他拉走了。林秋燕抚摸着小丸子的墓碑，嘴里喃喃地和妹妹说话，他让妹妹给父母捎话，自己已经手刃仇人，而且也一定会把杀害妹妹的凶手送上西天。準備ができました。うん、よろしい。基地の設備調整はできているか。すべて閣下の指示通り、すべて完了しています。青木君、ご苦労。これは召喚の当然の務めです。林秋燕は本当に来ますか。彼女は冷静でなくとも、彼女の周囲が止めるかもしれません。彼がもし来たのなら、周囲の政治を振り切るはず。林秋燕のジャンソモへの思いは深く、彼女が最近現れていないのは全く気化がないからだ。上等は。上等が林秋燕をおびき出せば、我らが渡ったと証明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すが閣下。では自分は典子さんを迎えに行きます。行ってこい。はい。小姐的扇子很别致啊。先生好眼光，这是我一位兄长送的。あなたの兄は山本清夫というの。ええ、そう。典子さん、こんにちは。あなたは？青木一郎です。典子さんご苦労様でした。迎えに来るよう言われました。それはご苦労様です。乗ってください。
どうぞ。報告します。のりこさんです。どうぞ。閣下、お久しぶりです。のりこさん、久しぶりだな。中国に着いた途端、国際閣下の暗殺殺人を始末しただと。本当に尊敬いたしますわ。のりこさん、とんでもない。兄は全部捕まってはいない。どうかのりこさんも手伝ってくれ。もちろんですわ。共に働けて光栄です。何なりとどうぞ。いやいや、疲れたでしょ。休んでください。青木軍に準備させますから行きなさい。はい。どうぞ。のりこさん、まずは中国のお茶ってもいかがか。いい香り。何の品種かしら。江苏省の名茶、碧螺春だ。おいしい。のりこさん、今回の作戦をどう思うかね。青木君の情報からですと、閣下の計画はとっても大胆で緻密に練っており、何事もなければ林中野を始末できることでしょう。何事もなくとは何だ。周到です。重要な機会ですから、よく考えた方が。いかん。上位を消されば我々の基地が危険な状況に置かれてしまう。彼女に機会を与えねば、私自身の機会も作れない。わかりました。先生，请问需要点什么？
啊，对，谢谢。好的，请稍等。确切的是藤原纪子，现在已经抵达上海了。今晚八点，山本会在华东饭店为藤原纪子设宴洗尘。到底在替谁做事？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还是军统的人吗？我这么问你该明白了吧？你说呢？秋燕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她要去哪儿？我请你不要妨碍我们。你们？这件事情只需要我和林秋燕来完成，这也是林秋燕决定的。你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吗？当然知道。没时间跟你这么啰嗦。你拦不住我吗？我知道。在拖延。在什么地方？华都饭店。秋燕要有什么意外，我一定饶不了。总算是有个人回来了。怎么了？往哪儿呢？我姐出去以后，她也跟着出去了。你踏踏实实在家待着，哪都不许去。凭什么呀？这是命令。就烦你们这点儿，哼，根本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就拿命令来压人。烦不烦是你的事，但是命令必须服从。你，算你狠。谢谢。看来你在这儿等很久了吧？
秋燕小姐，我们终于见面了。你何必这么急于杀我呢？这是干我们这行最大的机会。 周彤，动手吧，痛快点！你信任我，也是干我们这个行业最忌讳的。是啊，我连最忌讳的事儿都做了，你就不能看在张子墨的份上，让我痛快的了结了？你真是一错再错。 我可能就这么让你了结了吗？周董，你做的很好，多谢山本阁下夸奖。林小姐，请。
见到他们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我已经找到你了。
走一程。 你有意思吗？你拦着我干什么？你什么意思？你还林秋燕是吗？对啊，怎么了？那你为什么打周董？他把秋燕置于生死而不顾，我打他有错吗？我打他有错吗？ 你宣誓吗？你到底想说什么？回答我！宣誓吗？我比你还回答得出来。到底想说什么？不用，你俩继续。 你很想跟我打是吧？对啊，我答应你，等打完了小日本，我陪你，让你跟我好好。 你的意思是我活不到那一天，那是你说的，你也未必。你觉得我们现在在这儿说这些合适吗？对不起。 因为杀了木斋，暴露了张子墨，又为了替张子墨报仇，而失去了自己的亲妹妹。你真是难为他了。你给我盯住藤原纪子，这一次我不打算给林秋燕留着了。 怎么样？我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停止了。日本人封锁得很严，具体发生了什么，现在还搞不清楚。是林秋燕采取行动了。你的意思是，林秋燕拒绝赤木坂了？一定是去刺杀山本了。一定是机会很突然出现，他才采取临时行动，不然没有理由不来跟我见面。那这个机会。 会不会是山本的圈套？一定是山本的圈套。那林秋燕，跟我来，在这儿等我。好。
大本営は全面的に閣下の引き継ぎよと。どうかご安心ください。長官は力を尽くして大佐に協力します。ありがとう。驚きました。山本閣下がこんなことになるとは。林中彌は常に頭痛の種だった。林中彌を始末するため、彼女に自分を殺す機会を与えた。危険な賭けだが、でもとても賢い作戦でもあった。問題は、私と閣下の成功に近づいた時、油断してしまった。攻めすぎないでください。実際は機会は常に対等にある。まず閣下の教えを明記しておきます。一緒に頑張りましょう。はい。林秋月、林逸翔，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可能是因为逸翔兄失踪的太久了，你的注意力自然不会在他身上。那你是怎么联想到的？这逸翔兄他临走的时候曾经托付我要照顾他的妹妹。当时张子墨、林秋叶他们都还在念书，在复旦大学。明白了。那逸翔临走之前交代的另外一件事情，我不是一直都在做吗？但是你始终也没有加入。那只是个形式，我不是一直都在帮你们做事吗？谢谢。哎呀，我这个人无拘无束惯了，还希望衣冠兄你见谅。哎，飞分兄严重。但真的，我真的打心底钦佩你们。给我点时间。谢谢非凡兄先生。对不起。对不起的是我。谢谢你。千万别这么说，是我将事态推向到了这个结果。你做的没错，但的确错了。我利用了你的信任，利用了你对子墨的感情。你利用的没错，但代价太大了。让你痛失了妹妹，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们也许都会在这场战争中死去，但就山本而言，应该早晚会被你除掉的。妹妹的离去是我们都难以预料的意外。谢谢你对我的信任。那是我当时能够杀掉山本的唯一选择。是我太自负了。不自负点又怎么干得了我们这个好的？你的伤好点了吗？请原谅我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不碍事儿，没有伤到骨头，子弹已经取出来了。那就好。
知道你在想什么。说实话，你在想怎么杀了藤原纪子？他不该死。不单是他，入侵中国的日本人都该死。你想说明什么？请求盛峰让我加入你们的特别行动组。我试试看。谢谢。林秋燕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联系我们？你倒是说句话呀！走吧，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她。会永远的在我们的身边。你们先回吧，我想跟妹妹再待会儿。现在这个情况，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我们走吧。你可能已经见到咱们的爸妈了，你告诉他们，杀害他们的人，我已经让他下地狱了。去吧，去告诉咱们的爸妈。放心，杀害你的人，姐姐会送她去见阎王爷。这就对了，你踏踏实实的就好。见到哥哥时，我会告诉他，我已经找到你了。还有戴子墨，带你的姐夫去见见咱们的爸妈。Thank you.
我知道您在那儿，请出来吧。 你在这儿守着。水样的结果出来了，是大同堡之首。作为子墨的朋友，我会担心你。你挺像我哥的。 你们挺像是一路人。等我找到我哥的时候，介绍你们认识认识。好啊。咱们散了吧。你的弟兄和我的弟兄都在等咱们，不是？也是。行动会在三天内实施，我会直接与你联络，请做好防备措施。会的。 告辞。保重。当然了。刚才秋燕跟我说，我跟他大哥很像。 林一翔同志，嗯，你别说，还真像。哼，虽然是兄妹，可林秋燕跟林一翔的性格却截然不同啊。是啊，表面上看起来林秋燕整个人冷峻冰冷，但却很少有人知道，那是经历了太多事情之后，林秋燕的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 藤原纪的深究简出，我们无法掌握他的行动规律。深居简出，就是规律。也是。你想想看，这林秋燕要怎么才能杀死藤原纪子？想不出来。 那我呢？我要怎么才能杀了藤原纪子？一样想不出来。想不出来也得想。36计难道一计都想不出来吗？这不是难为我吗？人命关天啊！这连我都干不了的事儿，林秋燕她执意要去做，那万一有什么差池，这我怎么跟她哥哥交代？ 明白了，明白什么？考虑的太多了，不纯粹，不就是干死藤原纪子吗？我去，你让我把话说完。我保证杀了藤原纪子，不会让你给我收尸的。你死了，谁来给我收尸？你死不了，用不上我。聊岔了。那就言归正传，我去得了。你要杀不死吗？不可能，万一。 这不还有你吗？那两条人命值吗？不值。所以了，还是我去吧。你命里注定就是来给我收拾的。好，睡吧。 我决定明天实施摧毁假超音刷基地的行动。那藤原纪子带来的新模板怎么办？我们如何行动？上峰指命令我们摧毁基地，我们执行任务就是了。那模板我们不管了？不管了。什么意思？管不了。 只要模板还在，就会有新的印钞工厂，新美人计划还会继续。那我们就继续摧毁他们新的基地。秋燕，你这我就看不懂了，你到底什么意思？我同意秋燕的方案。
我也同意。那好吧。 没打疼你吧？打都打了，疼不疼关你什么事儿？我这不是来给你道歉了吗？要不你打我一顿得了。我怕累着。就这么不开面，小家子气了不少。你要有什么事找我帮忙就直说，不用兜这么大的弯子。 我这人是不是什么事都写在脸上了？你觉得我有功夫看你那张脸吗？我还真是想看见了。知道就好。能不能好好说话？问你自己啊。好，我知道你对我有怨气，但我这不是真心诚意的跟你道歉了。你能不跟个娘们似的啰里啰嗦的吗？ 得得得，你说什么我都接着，但咱们这么一直下去就没完没了了。我还是直接说正事吧。说啊。你有没有想过，秋燕为什么决定停止劫持假钞模板？长官的决定自然有长官的道理。你还真有闲心啊。 他是要一个人去行动，一个人去劫持模板。对，他是想一个人先去杀了藤原纪子，同时再劫持模板。你看，我分析的还是有道理的。好像也没什么道理。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云秋燕怎么会犯此大忌？他只是性情使然，我了解他。不管他是怎么想的，咱们先去跟他挑明。 自然也就阻止了他。不是咱们，是你。什么意思啊？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你懂吧？得是你劝秋燕。那你呢？我去帮他把想办的事给办了。你要去杀藤原纪子？ 当然了，所以找你帮忙嘛。说说看，咱们里边只有你去过大河洋，我需要你给我画出大河洋行内部的草图来。你这个方案不可行。有什么不可行？总比让秋燕去冒险好吧？何必多此一举呢？我自己去不就完了吗？不行，得是你劝秋燕才行。那如果林秋燕不是这么考虑的呢？ 放心吧，我分析的准没错。我多了解他呀。那你考虑过风险吗？干咱们这行，什么事儿没有风险啊？放心吧，我分析的准没错。我多了解他呀。那你考虑过风险吗？干咱们这行，什么事儿没有风险啊？放心吧，我分析的准没错。我多了解他呀。那你考虑过风险吗？干咱们这行，什么事儿没有风险啊？放心吧，我分析的准没错。我多了解他呀。那你考虑过风险吗？干咱们这行，什么事儿没有风险啊？放心吧，我分析的准没错。我多了解他呀。那你考虑过风险吗？干咱们这行，什么事儿没有风险啊？放心吧，我分析的准没错。我多了解他呀。那你考虑过风险吗？干咱们这行，什么事儿没有风险啊？放心吧，我分析的准没错。我多了解他呀。那你考虑过风险吗？干咱们这行，什么事儿没有风险啊？放心吧，我分析的准没错。我多了解他呀。
你什么意思？你这话说的有逻辑吗？没问题啊。你可以去通知谁？那得你告诉我。说吧，你到底想说什么？还是我说吧。你要去大和洋行。 坐吧，我不去了。你说的没错，我是准备去大和洋行杀了藤原纪子，因为我认为他这个时候一定会疏于防范。常规思维逻辑都是成立的，那你现在为什么又选择不去了呢？你们都把我看得这么明白。 藤原纪子视若至吗？去拿点酒来吧，今天晚上我们轻松轻松。好啊，我去拿，真是难得。望远是不是去大和洋行？ 是，为什么没有拦住他？我错了，因为我们当时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关键是我们不想让你冒那么大的风险。把望远叫过来吧。什么意思？执委不知道望远不在，我去把望远叫回来。你确定还来得及吗？不确定。坐下。 望远去哪儿了？当时我一心一意想杀了山本的时候，我的一位老朋友曾经劝过我。 我当时接受他的劝阻，因为所有人都能看明白的事，把我却拿来当做是自己复仇的机会，我有多愚蠢？现在藤原纪子能看明白我吗？他一定能。 望远去做大和洋行的。望远去做大和洋行？是的。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早说你就不会演了呀。演什么？谢谢你，志伟。我们没在演什么，我们只是在阻止林秋燕。演出成功是吗？算是吧。走吧，你们就真那么放心望远吗？糊涂。走。既然你们都算准了藤原纪子，我们应该不用担心望远了。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演呗。你们这是没给我劝住秋燕，还是要去大和洋行接应我？总之，现在都没有去的必要。 里面是最新的甲虫模板。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你见到藤原纪子了吗？没有。你在哪儿拿到的？他的办公室。他为什么要送我们这么大一份礼？模板会不会是假的？ 不会。
藤原纪子给我们一块假模板毫无意义。是啊，太蹊跷了。或许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比如藤原纪子是真的出去了，而且他也没有料到我们会这么快展开行动。会吗？也是。都别在这傻站着了。志伟，拿纸跟笔给我。按照上面的方式，通知中共方面，配合我们明天的行动。是。自分には分かりません。片枠を林中園にやる目的は何です。林中園一派を殲滅したら、その時教えましょう。どうかお許しください。たとえ南京基地を見つけた方法が何だろうと、同じ方法を使って上海基地を見つけるでしょう。その通りの判断だと思います。今一番重要なのは時間を稼ぐこと。わかりました。もう今回の作戦で林中園一派を全滅させるなんて楽観的でいられないわ。今までのことでわかるでしょう。林中園は確かに強力な能力を持ってる。だから十分な準備が必要ね。はい。お茶をどう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去睡吧，别老在那儿盯着我。放心，我今晚不出门，还没到出门的时候。真的，你可别骗我。你啰嗦。怎么样，有什么思绪没有？没有。难道真像网友说的，这一切都不是设计好的呢？你能说服得了自己吗？不能。但如果我们把问题复杂化了呢？明天都还要行动，都先休息吧。我不同意明天的行动。为什么？在没有弄清楚藤原纪子的用意之前，我不同意贸然行动。藤原纪子没有用意。什么意思？这是一块他们没有准备使用的模板。就算是这样，他这么做也是有用意的。他在为自己争取时间。藤原纪子断定，我们会竭尽全力破解他的用意，而在我们没有破解他用意之前，我们是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有道理。道理归道理，他能使出这么让人费解的招数，我们必须三思而后行。三思而后行不错，但不行动，不就正好达到了藤原纪子的目的？我完全同意秋燕的决定。还是你的一句话提醒了我。你刚才说过，如果是我们把问题想复杂化了呢？Thank you.
知道你没睡，等着你呢，走，快点了去。林秋燕刚才说过一句话，你还记得吗？哪句？这块模板。 是他们根本没有想使用的模板。好像说过，可不想使用，他们干嘛费这么大劲做这玩意儿？迷惑我们。你是说，他是故意让我拿走这块模板的？是。 那也就是说，今晚如果是秋燕去打贺阳航，也是一样的结果。没错。那说啊。你说。明天的行动应该取消。你没事吧？怎么说话呢？你有意思吗？当然有。我是向你太纠结了。 既然这块模板是真的，他不就是想让我们取消这次行动吗？他未必想得到我们是用什么办法找到他的行动基地吗？他未必想得到我们是用什么办法找到他的行动基地。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在布一个很大的局。藤原纪子很可能到现在还没有想明白，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找到南京基地？但他一定会明白，既然我们能找到南京基地，就能用同样的方式找到上海基地。同意。除了防范还能做什么？再加上，他又匪夷所思的把新的模板送给我们。你不觉得所有的行动都应该暂缓吗？ 逻辑都对，我们现在应该回到原点。什么原点？这块模板。林秋燕的判断应该是准确的，这块模板的确是他们极其精致的作品，但他们也的确没有想真正使用。为什么？大面额的货币缺乏流通性，他们制造假币的目的是什么？缺乏流通性的货币。 对于你扰乱市场来说，有意义吗？有道理。所以，他们的真正目的，应该是针对我们的。老板。 结账。哎，先生，您又给这么多，不用找了。哎，谢谢先生。
还是先把确认降下来吧。不急，我们还是先设想一下，万一进了有埋伏的基地，该怎么逃脱吧。不用设想了。 我决定放弃携机大同往之城。放弃？是的，围棋有句术语，下不好的棋就先不下。那咱们的任务怎么办？任务自然要完成。说说你的想法。 我们应该都已经认定，藤原纪子为我们设了一个局。没错。那咱们就不进他这个局里跟他纠缠。他的基地该怎么生产就让他生产，我们只对他们的产品下手。好办法。是啊，既然咱们锁定了他们的生产基地，假钞的流向就完全在咱们的掌控之中。唯一的漏洞。 就是会让藤原纪子明白我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的基地。既然他布了局，并做好了防范，但他目前并没有确定我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的隐巢基地。是的。你是担心他会利用这个时候转移基地？他一定会的。实际上，我们放弃袭击大通纺织厂，正是藤原纪子想要的。既然他想要。 我们就给他，他需要时间，我们也需要时间。什么意思？我会在杀了藤原纪子的同时，捣毁隐巢基地。